感觉有脚架加上去了。糟糕，越贪污啊！所以一定要廉能而有效率、勤快亲切的政府跟议会。第二，就是要有一个繁荣均富的经济，不要贫富太过悬殊啊！不要这个社会哈、啊，因为贫富太过悬殊，均贫也不行啊！所以一定要均富繁荣。在主桌。第三，一定要重建一个公益和谐的社会，公益很重要。而讲道理，不能随便清算，不能随便去斗争，不要挑起世代的矛盾，不要让性别有不同的矛盾，更不要让劳资有矛盾、有冲突。所以要一个公益和谐的社会，也是我们的总目标。第四，就是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，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，好不好？最后，拜托各位。支持中国国民党，重新能够中心起来。最后祝福大家健康、愉快、万事如意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相信我们希望我们在主席的英明卓越领导之下，今年会打一个胜仗。大家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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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中国国民党加油！我都喊中国国民党，大家都说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好吗？好。恭送主席啊！我们中国国民党，我们亲爱的吴主席，啊，大家把握时间跟吴主席在这个握手致意，恭祝我们中国国民党能够党运昌隆。谢谢，胜利，胜利，胜利！谢谢，一定胜利！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了哈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长辈，我们两个，哦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